幼稚教育法施行细则，修正日期民国91年8月30日。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。第一条，本细则一幼稚教育法以下简称本法第24条之规定订定之。第二条，实施幼稚教育之机构为幼稚园。第三条，由直辖市、县、市、政府设立之幼稚园，其名称应冠以所在地地名。公立国民小学附设之幼稚园，其名称应冠以该国民小学之校名。由师资培育机构附设之实验幼稚园，其名称应冠以该机构之名称。私立幼稚园之名称，比照前项之规定办理。在同一直辖市或县市之幼稚园，不得以同名同音命名。第四条，幼稚园之教学应依幼稚教育课程标准办理，如有实施特殊教育之必要时，应报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后，设置特殊教育班级。第五条，删除。第六条，删除。第七条，删除。第八条，幼稚园原设以平房或楼房之地面层为限，但不敷使用时，在不影响儿童安全原则下，得报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，依序利用同址第二层、第三层房屋。第九条，依本法第15条所谓之捐赠，应由接受捐赠之幼稚园开具捐赠之项目与数额连同捐赠证明文件，报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查核属实后，依规定报请奖励。第十条，删除。第十一条，删除。第十二条，删除。第十三条，删除。第十四条，本细则自发布日施行。